我是张逸斐，一个吉他爱好者，在追寻音乐梦想的路上，吉他就如我的爱人一般，我一直在寻找我心目中最完美的那个他，而他也在找我，直到有一天，我被他深深的吸引。我不知道他经历了多少，才修炼出如此完美的曲线。每当我抱起他的时候，都在想象，他经有了多少次雕琢，多少次的打磨。历经多少时日，多少路程，才来到我的面前，被我抱在怀中，与我灵魂相认。当我第一次拨动琴弦，演奏出第一个音符，像是前世定下的暗号。追逐音乐的灵魂向来孤独，像是跋涉在一条没有尽头的河流，而他进入了我的人生，让我在一次次重燃的灵感里想起那些年，那些孤独的音乐，想起那些年，那些曾经在校园里饱含着荷尔蒙的青春，想起那些年，舞台上，灯光下，我的梦想和汗水。终于，那些属于青春的能量，再次回到我的身上，因为我和我的爱人在一起。演奏的是音乐，是生活，还有梦想。艾瑞达，我的爱人。